开始。站长后面也是土。一条不是。开始哦。你信吗？25粒进一粒。他十秒快了。阿牛不行。阿牛很慢的啦，浪费了两秒。哎呀，这个。都挺可怜的，跑着去追。应该算45秒。没有，其实应该哦，都五点射了，只是因为他们要剪。他们，真的现在要放影子了，对的呀，出不够多。你懂一个脚两粒，就10粒球哎。40对40个米哦。什么3粒球？他们要的水是免费的，那你刚拿出7000多块。真的几块哪里？哇塞！杰飞射哎，再补雷。那你杰飞？你要偷我射呀？不补一下。哇！哈哈哈哈！你看你。哈哈哈哈！你看杰飞啊？3秒。什么？这是对第一个不是很不公平。一个人的地方吗？没有了，三米吧。多少秒啊？哦，是，没有换了。
他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度。哦，还蛮不好。好，这边。哇，第一赢了。错了，第一赢了。第一赢了，那比赛还不算糟糕。那已经被你我射神令了。你说一下你没进关呢？你这有可能吗？他进关的话，那这个裤子脱下来，我再找两个。我这边大大是两件必是注意受伤的。哎呀，我们看来有的这个。他讲啊，他过去跟他讲。哦。这比赛很紧张啊，尽管还有点怕。哦，还有个选位置的看。因为你知道每一个人要看到哪一个地方你都知道。问题是要他进完结吗？他讲话，让我特别难念。哈哈哈哈哈！他这种操。然后你跑动跟又跑动的，有够导师来说也最准的，这种时候我们自己慢慢做，多做再怎么样，不必打。是哦，四分了哦。哎呀，还要拼一个，进了一个。还有没有两个？打不进了。哎，够够够！这不，哎。好，我走一定很好。对，你讲的真的真的有。对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是工程业学的，哇，好厉害！给你吧。爸爸，哇！三粒。
很准吗？四分了。五分了。六。有啊，那个人，那个，记得吗？飞机那个，还要干嘛？还要干嘛？不要讲。